中国我所采取方。楼市与楼市史观，楼市是一场学生运动，它让我想到了楼市史观，要不要再来一观？关于中国的前途命运，如果早知道会遭到血腥镇压，坦克向年轻的楼生连去，为何当时不及时撤离天安门广场？每年在悔恨，每年在缅怀，每年在打瓜问卜，心存侥幸，施展幻影魔法。如果保留了火种，如果庄稼能成熟长大，结局又会怎样？会开出恶之花啊，还是自由之花？谁也不知道。乾隆在渊，为什么当时不观察一下名利天象？昔日的学生已成老道，要不要再来一卦？地楼是四卦，分明写着水火不济，永远达不成目标。